欢迎继续看上届关心地方的南投新闻。闽南乡教育局日前办理地文化的体验活动，互乡内校长甲老师亲身来感受炒地、暖地等做地的相关流程。那是会当增加各校的教学团队之间的感情，也个闽南乡的老师大家会当更加了解地方的产业。当去学校了解，会当为学生设计出有在地特色的教学方案。闽南乡教育会为着让伫乡内服务的各种小学老师对在地地文化有搁较深入的熟悉，特别来到清北溪地区办理在地地产业文化的体验，邀集全乡十间学校的教师化身为地龙，感受这地的一系列流程。啊，真欢喜，阮伫茶乡咧做老师，啊来遮体验，啊知影讲地是安怎做啊。甲囡仔后日的教学会当有真好的互动甲分享。透过实作，让老师对于茶文化有更多的体认，然后呢，将这样的专业的知识跟感动带回学校，让孩子能够更收获满满。无论是室内微雕、室外微雕，也是手工茶茶甲暖茶，等各种制茶过程。地龙是全拢安排伫即厝的课程内底，就是希望让乡内的老师实际来了解，为早期到现在闽南乡的地产业文化，为手工到机械制作的变迁。整个制茶的流程、方法、发酵，都是给我们在地的老师有一些茶相关茶叶的融入或内容，让大家有办法来体验一下。啊，拢知讲闽南乡吼是咱地乡。上大出产地吼，伊个总产量占咱台湾省个一半以上，所以嘛非常感谢咱闽南乡所有咱只中小学校长以及所有的老师吼，今天共同来参与这个活动吼，共同来推广这个活动，为了民间乡的这个茶叶的推广吼，连学校也都不遗余力吼。透过这次的活动，唔但互相来，所有各种小学的老师会当互相交流，嘛希望每一位老师登去了后，将这知识融入教材内底，让地方的学生囡仔会当更加了解甲认同家乡的地产业文化，并进一步将伊传承落去。记者林世昌报道。